大家好，这篇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使用 Google Chrome 自动播放 YouTube 高画质影片。 YouTube 就算在官网的设定网页里面设定了自动使用高画质影片，但是如果在预设检视模式、剧院模式下， YouTube 还是会使用低画质播放，影片画质就会很差。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Google Chrome 扩充功能来自动播放高画质影片。首先打开 Google Chrome，选择应用程式，选择线上应用程式商店，在搜寻栏位里面输入下面的程式名称，程式名称可以到这个影片的下方说明栏位直接 copy 就可以了。在右边免费的按钮按下滑鼠左键，选择新增，这样子就安装完成了。这个程式是在幕后执行，所以 Google Chrome 右上角不会出现程式捷径。接下来到扩充功能的网页，选择这个程式的选项，这里可以选择影片画质，我的萤幕解析度最高只有1080，所以我选择1080。播放器尺寸可以选择大小视窗播放，这样就设定完成了。这个程式很稳定，就不再做测试。做好设定，让影片一开始就出现你想要的画质来观赏 MV。 谢谢。